佛心悲悯呐，悲地祥云呐，菩萨为伴，善卡方便，入群释教正道定论，人间关爱啊，淡欲难断啊，实在啊，感觉着不多的慈悲啊。 一个诸佛、诸菩萨啊，还是以佛为伴啊，来人间，悲地相闻啊，就是要来度众生。但是众生啊，就像万物，担独伫即个欲念诶内底。 众生呢，真难解救罢了。所以，祝福菩萨辛苦啊，来来回回在人间，唔知虾米时准才有法度众生啊，啊，会当真经文化接受呢？这实在是好人。 真烦恼，吼！所以啊，佛道永远都是阿弥诶慈悲，那无数以来也无有尽头啊！永远诶，永远，无始无就是、心鼻鼻心是,是呢，一念心，悲悯诶心，时时呢。 多加助旁在娑婆世界人间中啊，用慈悲的心，运用着伊嘅智慧啊，真来教化。既然咱来到这个人间，咱现在呢，都爱好好啊，来听佛菩萨啊。 伊现象啊，事实方便宽卡教育，所以呢，上不轻菩萨著甲每一个人拢当做是富农，咱应该也就是爱安尼，伫咱逐个人诶周围，咱爱甲伊当做每一个著、就是咱生命中诶佛，哇佛啊！ 不管伊演什么款的相，用什么款的言教，是好听的，是无好听的，是好看诶，哦、看面色或是歹看诶，面色迄者是呢顺从人诶，人，迄者是呢跟咱伫咧唱反调诶，人，等等啦，咱爱甲感恩啦。哦。 菩萨为伴呐，真嘞，拢是来咱的身躯边，伫个甲咱教育的人，一用种种甚卡方便，伫个甲咱教育啦。所以呢，咱来感恩哦。那安尼啦，咱来一世人，咱就会当啊慢慢来消啊。哈哈 <Walking> <Sith> 歹的言啊，结束啊！每一个人，互咱歹的言啊，咱用好的呢去回报。若安尼呢，都亲像一桶的浊的水，啊，一桶的浊水呢，若即嘛知影，水是垃圾的，袂用的啊，所以咱要赶紧。 街头清水落去，啊，浊嘅水呢，会一直甲流掉啊。浊水若流过啊啦，就是啊，清水呢，都清起来啦。所以讲，咱嘅牙啊，咱甲人人过去拢有结着善恶嘅业。 是神爷妈伊用正面诶方式来甲咱教育，来甲咱开导，来甲咱指引，吼、哦，互咱下当诶向一条好诶道路行。真诶，是咱过去甲该累积着，是好诶啦，是清诶水啊，真、这个、好诶话啦。 啊！佛譬如水，向咱讲诶拢是实教正面诶。原来是讲吼，啊，现着迄种无好诶相啊，难道系自我警惕、感恩啊？这也是一个法，要互我毋通犯掉哦？自我不足啊，众身奉献那。啊 不只是不足、这个、啊，即个恶医生啊，赶紧应该断掉，毋通阁继续，伊结掉恶的因落去，或者是甲伊结掉恶的缘，哦毋通咯吼，那恶、哦、性缩短嘛。那么，也若是无生时恶无出来时啦，好、哦、咱读爱。 提高警觉，毋通去惹到即个恶呢，搁再来啊。所以呢，那以性恶能缩短呐，未性恶能不生，撇开了即个恶因恶缘，真的，咱著用，赶紧用啊！即种诶恶因缘现前呐、啊。 这是善卡方便，要互咱个无练咱个心，提高境界啊！也那是以行善啊，哦，灵心德也是好个姻缘呐。善知识啊，好友啊，咱来好好把握，啊若是啊，有好个人，因也会成熟。 啊！咱都爱用真正诶珍贵吼，那、呃、好厚诶心，会当找到这种诶好言呐，来互咱好诶方法吼。这就是生生啊，生先嘛，啊，都灵兽性啊。所以，咱即种生活中，伫书伫物。 顶顶啊，都含藏着道理在嘞。所以，人事物理，那，那拢爱在日常生活中，安怎呢？在人甲人嘅中间啊，做大事嘅中间，那么，咱呢，会当在即中间呢，会悟到真理吼。那、哦、么，这呢，也就下。 咱只想啊，行在法中啊，那无不都是呢，向咱说法，天地万物啊，拢是伫咧向咱说法，真呢就是善巧方便啊，菩萨为伴啊，善巧方便啊，立棍立咱诶因棍中，咱。 爱知影，每一个人拢是菩萨哦，伊立伫人群中啊，那么安尼伫咧，甲咱施教。所以咱咧希望，爱因为周围个环境，互咱增长智慧，毋通受着周围个环境呢，搁反倒倒来甲咱有地唔落去吼，那来时时提高。 情感、情感啊，观物啊，咱若看到咱的动手者，怎样讲哦，啊，这个人啊，安怎个讲呢？啊，就是真固执。那证明咱就是讲啊，哦，佛道内人间就是公益、善教啊，无所方便哦。那引导众生令离诸掉哦。啊 这就是佛菩萨、啊、来教导咱众生，用种种个方便，使咱呢，一旦离开迄个执着吼。那、哦、凡夫个执着啊，那小行根基个执着啊，这呢，拢是伫凡夫甲已修行者也各有执着。这种个执着呢，嘛就是妄我啊。 那佛陀要和咱开遮呢正大嘅门，咱偏偏呢，就是干阿要伫迄个门旁边吼，那大下伫咧说未过啊。门已经是拍大开嘅门啦，咱应该呢，爱将即个大门啊来进入。所以佛陀、诸佛菩萨来人间，就是为了要开。 开始哦，甲心门拍开，互咱嘞了解啊，宇宙天地万物的道理吼，何况人甲人诶中间啊，事物啊，咱应该更较了解咯。只是咱反复真正是万物啊，啊，万物伫倒位呢，就是谈。 以念贪著，即个欲念开始，啊，真正是难办啊！吼，真难不敌哟、哦！吼、啊，好、啊，这就下，咱爱了解，好听话啦、啊，咱爱尽用心啊。再接落来就讲，所以才好啊！如来方便 破罗蜜该依止著，啥难不多呢？用遮尔真多诶时间，不断不断啊，来人间来教育。所以，咱应该呢，爱情会当体会为什么呀？好无常啊，人生无常啊，什么代志呢？伫什么时阵要发生，毋知。 何妨呢？人啊，为什么都要执着、执着遐尔多呢？所以佛陀以来人间用种种方便，吼，是为什么佛陀都安尼一直用方便法，一直来教化呢？那这个所在就讲啊，如来方便，地见般罗蜜解义。 执着世间啊，即、这个娑婆世界，堪忍啊！佛菩萨拢真了解啦。既然拢了解了后呢，他就无畏，毋惊。但是呢，悲悯众生，所以不断来，因为伊记住了，见破罗蜜，伊了解啦，知啊，见啊。 这个破罗蜜哦，隆重极重啊！虾米叫做知见啊？知见诶，知啊，就是啊，将意识、将意识啊，安尼会当体会着宇宙、天下万物真理，这是将伊诶迄个意识诶深处定定伫咧甲逐个人讲哦。 不习啦，这个凡夫呢，人人都是具有不习，那佛陀呢。除了不习以外，跳啊过去呢，第九习啦、啊，真呢就是清净无染。诶、哎、呀，不行，所以啊，伊用即种，以当他了解天下有掉。 万物尽理安尼呢？栽啦，大行都栽咯，叫做低。就眼<地>、嗯、见啦，目睭看到就是见哦。 佛佛出生在两千五百多年前，现在人会讲啊，我也无看着啊，有啊，佛道呢，一定两千五百多年前现在的数记载着，这是用世间呐、啊、传统的啊呢。 记录落嚟，各有啊三种心二无經啊，那每一条帶安怎流传落来，哦，即拢会当見證啊！嗱，從即个法嘅内底呢，嗱 <t>，会当去了解到佛陀心灵嘅意识，哦，嚟去分呢？ 人人本具复性，人人呢都会当超越了这种烦恼啊，做总呢安尼装入咱的内心嘛。迄种不管是第六识、第七识的思想，迄只是呢装入伫咱个这意识的内底吼，那定定都会去想着啊、哦，过去是虾米虾米。 这是咱凡夫啊的意识，确、就、实、是、呢，佛陀是清净的意识啦、啊，所知所见吼、哦，所以呢叫做以感官的见识啊吼、哦，所知影所看的，搁再呢从所看到的代志吼，那搁甲逐家人分析，就是。 推事就理啦、啊，啊，即满若伫咧讲法诶时呢，就推理就事吼，要互逐个人知，这叫做方便嘛吼、哦，啊，用即项代志来譬如啊，这内面诶道理，所以讲起来不管是用事来譬如道理，或者是用理来。 讲事吼，那这拢是叫做知见吼。知见呢，知见啊，个宇宙万物真理，拢总会当觉悟。人生啊，无有一项代志，毋知影，无觉悟，完全拢觉悟，所以叫做知见。把这些事物理呢，拢总呢，完全了解啊。 了如指掌啊，好亲像镜头啊拍开呢，著看会到诶物件，这呢叫做觉知吼。原来著拢总知啦，佮看到呢，甲逐个人说法吼，这呢就是知见。啊，知见波罗蜜啊，即、这个波罗蜜呢，那就是第一切诸法。 邪正之见，吼，那一切诸法，邪正啊，一件，那拢总会当了解，吼，到底是邪，或者是正呢？这种的邪正之见，吼，拢总会当了解啦。已经觉悟的人，绝对呢，未去学偏差，迄个邪有法。 解袂摄去，绝对袂哦吼、哦！咱逐个人，逐工逐工，啊，欲做人间菩萨，啊，都爱入人群中听人间事啊，听侪啊啦。即个事甲法呢，啊来汇合自然呢，咱个心就会当真清净。看别人伫咧乱个时呢，咱个心呢，就是遐尔正清静。一滴见。 知影讲哦？啊，这是伫咧乱诶时吼，我的用什么方法来接近伊？这嘛就是，咱学佛者呢，开始爱学诶吼，这呢，拢是将意识生诶吼，那就是知影一切条见。 咱即慢嘛是伫咧学，所以一切法都必然，若是佛甲菩萨呢，会知见啦，伊用方便法啦，就是般若蜜。般若蜜的意思叫做道哦，若将即个迷惘的厝见，爱道到呢清净无染的必然去吼，所以叫做。 破罗蜜吼，甚至呢有六破罗蜜啦，十破罗蜜啦吼啊六破罗蜜，是布施乞丐，忍辱精进，禅定智慧，各再加数破罗蜜呢，就是数无良心，足地希下，六加四呢，就是各在十吼，十破罗蜜，用即种诶方式呢。 道众生叫做地见婆罗门吼、哦，咱尽了解世间事啦，所以呢，用种种方法来度化吼、哦。那所以这个婆罗门呢，那就是咱所用的方法吼、哦。该度到彼岸啦，那但是呢，咱现在要学嘅呢，就是、啊、行大行一。 船，吼、哦，那就是多嘅意思嘛。啊，多呢，爱河千尺浪啊，尤其是呢，一个茫茫大海中啊，都爱用工具吼。都、哦、才讲过，绿波罗蜜啊，事无良心啊，等等呢，好亲像隻隻一只大只船咁款，助旁啊，破道吼，所以有生死苦恼啊。 会当道到涅槃安乐的必然去那所以叫做道必然，也是道必然，那就是叫做菩提心啊。 菩萨啦，学佛,佛真正呢，咱爱学的呢正见吼，爱正治啦，咱爱时时用心嘛，爱学会晓呢，用种种方便教法，入灵群中呢接近众生，这嘛就是诸佛菩萨的心愿。所以咱既是诸佛菩萨的弟子啦，咱应该呢。 也都要去投入灵魂，去付出，所以人人要时时多用心。